世界骄傲的自由，就必须妥协。是否伤痛带来的错觉，若没有倔强，就必须忍耐。带着伤，迎着光，直面战斗，不畏战，我用剑刻出不朽。有力量冲破禁锢的魔咒，有力量击穿这一切阴谋。抬起头，握拳头，撕裂疯狂。我怒吼，剑出手，只为梦想。余生起来望着的模样，啊、等待光芒万丈到来，望着英雄归来，四面楚歌也无法更改。去的本色，等待光芒万丈到来，下车气势如海，剑破规则，机关星河，逆流而行是我的本色。凡间修士穷尽一生，为的就是逍遥寰宇，遨游星海。但在云虚大陆，万年里无人有此机缘。直到一个叫叶枫的炼丹天才出现，只差一丝，我就能一丹道入圣。逍遥寰宇，遨游星海。是师兄，谁下的手？敌人来犯，师父他都死了。舟山魔刃，兄弟相交十几年，我竟没看出你这么歹毒的心思。兄弟，吃了这枚地魂丹，我就能直入地境。在这成就至尊的机缘面前，兄弟算个屁。师父。天道盟师阴宗，幽兰谷，你们竟然混到了一起！告诉小郎君吧，我们其实都是九天道宫的人。废什么话？九天道宫下令，留丹不留人，丹在我这儿，杀了！霹雳丹，你敢杀我？告诫你多少次，动手之前，先动动脑子。除了咒杀魔刃还这么强，这么严实，肯定是地魂丹，奴家也要入。不管你要什么，你都得不到。这就是地魂，不对，还是假的。不，不可！一招成胜，还是灰飞烟灭，在此一举。
还是要帮我。就是这地界，不愧是地界，不光能解毒，还能瞬间提升实力。哼，九天道宫，我重返云虚大陆之日，就是你灭门之时。少爷，司徒家和王家背叛了老将军，把他抓到皇宫去了。既然我占据了你的身体，必不会白白占据。你的家人，我替你救。啊，好快的身法，少爷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无良无想，我与大清国苦战三月，寸土未失，你们凭什么定我罪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我们叫你来是和你讲道理吗？来人！谁敢？叶枫，小兔崽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，他们要赶尽杀绝。哼，赶尽杀绝？他们还没这个本事。这小子什么时候突破了通脉四阵？废物，都给我杀了他！这小子竟然在这种时候突破了通脉五重，他的修炼还在长。通脉九重。失宠。哼，怎么有人突破到通脉十二重？通脉十二重，叶枫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我来是和你讲道理吗？全杀了，禁军都是吃白饭的吗？叶枫一战突破通脉十二重，无人可挡。敢动本宫的人，传令杀叶枫。左使大人息怒，我已经派人去刺杀叶枫了，这一次一定能消灭叶家。你最好能成功，
我能捧你，也能杀你。听言明白。这个大陆和前世的修炼体系基本相同，分为通脉、凝气、闭丹、通玄、战玄等境界。在地精的帮助下，我境界虽未提升，但灵力储存和实力已经能媲美凝气境。只是前世修炼至九重就能晋升下一境界，现在到十二重却还是感觉灵力之足，难以突破。灵草，看来得炼点丹药助我增长实力了。干嘛呢？杀个通脉境的废物，有必要这么谨慎吗？别磨蹭了，赶紧动手。来客人了。顺杀凝气一重，哼，通脉九重，没见识的东西，你再看看。我越了一级就如此嚣张，可惜我是凝气五重，你这个通脉终于放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地境能在我运功时助我突破。什么情况？你竟然凝气一重了？啊，哦，十二重。三重，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。功法现，行剑诀第一式，惊鸿渡影，深入惊魂斩。啊，竟然能连破三境。你等会儿再死吧，先带我去见见你主子。茶呢？怎么还不来？人都死光了吗？娘娘，我把人给你引来了。什么人？叶枫，你没死。哦，凝气七重。娘娘身边明明有高手，却派这几个杂碎来杀我，瞧不起谁呢？哼，能闯到这里算你有几分本事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杀了这废物，我要带着他的头去找左使大人领赏。你有两下子，过奖过奖，但你这凝气七重，水分很大呀。玄火神功，修为一般，跑路的本事倒不错。彼此。你这花架子也只能唬人罢了。那你躲什么？我也费力气。灵魂夺命钩，惊鸿渡影。you
苍衣，你这废物！求求你，别杀我！你安排王上天想置我叶家于死地，背后的主使是庆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庆国想要称霸天下，第一个要灭的自然是云武。叶无声是云武的战神，只有解决他，庆国才有机会。叶公子说的没错，但本宫……不，奴家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势力。公子不妨凑近些，奴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九天道宫不会放过你。你这招我上辈子见过，没想到元天大陆也有九天道宫。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不管在元天还是云虚，九天道宫的神我都要斩尽杀绝。看来想要快速突破，还是要炼百转丹来辅助。林中这么多草药品质都不烂，怎么没人采来炼丹呢？灵气好旺盛的潭水，湖底肯定有好东西。幸亏吃了碧水丹，这潭水看着不大，没想到竟然这么深。果然有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想到这片大陆也有噬口巨蚌，它嘴里这颗珍珠可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完了，跑了，怂了。逃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成了，没想到竟然是洞天神珠。这东西用来储藏阵法再方便不过，以后就算遇到通玄境强者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流氓，还看！饮水成冰，趁他可年纪轻轻，好高深修为。哪来的登徒子偷看我洗澡？哪来的刁蛮丫头？偷看我洗澡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想杀人灭口。你强词夺理，分明是你偷看我洗澡。胡说八道，那么大件衣服躺在那儿你看不见？这什么时候？才不是这样的，方才分明就是你从水底下冲上。你这瞎了个混蛋！洞天神珠，什么东西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？打完了吗？那我走了，我还得回去把刚才那美好的一幕画下来呢。你无知！不，得寸进尺，你真的，你可失控。
这跟我可没关系。寒毒，而且是从体内散发出的，难道它是天生的致寒之体？此女境界深不可测，但似乎因为寒毒的原因，只能发挥出凝气巅峰的实力。东土子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丹药。丹药是什么？丹药就是丹药啊，你没见过？听都没听过。刚才打斗的时候，你面前那个发光的圆盘是什么？为什么能挡住我的攻击？那是阵法。这又是什么古怪的玩意儿？丹药没听过，阵法也没听过。这女子看起来出身不凡，竟然连丹药和阵法都没听过，难道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？我前世被誉为炼丹和阵法的天才，如今岂不是能凭这两样本事横着走？喂，大坏蛋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刚才我也算看到了一点两点的，这丹药就算是我补偿你的，我们两清。等等，多谢你帮我压制寒毒，还有，对不住了，你脸上的伤疼吗？公主，您洗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再见，大坏蛋。好久没调过这圣瑶丹酒了，爷爷喝了这个，旧伤应该能痊愈。只是若想再上一层的话，还是得借助丹药。这拍卖会竟然有鬼爪美人，正好可以给爷爷拿来炼丹。等鬼爪美人到手，公主的寒毒也就能解了。这么多年，能压制寒毒的草药都寥寥无几，更别提解毒了。可那坏蛋轻易就抑制了我体内寒毒的暴走，丹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下一件，也是我们此次拍卖的终极拍品——鬼爪美人，起拍价60万金票。500万。哎呦，500万金票还有没有了？那就恭喜天字一号房的贵客。慢着，是他。完了，这杀神怎么来了？这鬼爪美人我要了，就出一颗丹药，此乃玄元丹，有提升修为之功效。寻常修士服了，至少可以提升一境。若是没用，尽管来叶家找我。是是是，这鬼爪美人叶大少尽管拿走。叶大少走好。这人怎么明抢？没王法了吗？公主，我替您去把鬼爪美人夺回来。看看他用鬼爪美人炼出什么丹药。啊，丹药是什么东西？都跟到这儿了，还不出来见一面吗？我们压制七夕的秘书岂会那么容易被发现？他是在诈我们。哦，公主英明。没人最好，时候不早，也该回去洗个澡了，顺便把那剩下的美人出浴图画了。该死，还真被他发现了。发现了？公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这大坏蛋跑得可真快。罢了，回吧。赤血王朝内乱，公主提前和护法分开逃窜，我杀了十几个人才找到你，
真是累得我不轻呢。九天道姑，是舅舅派你们来杀我的，我父皇和母后呢？你父皇和母后我不清楚，但使唤我，你舅舅还不配。我是为了你这个天才小美人而来的。公主快走，我不走。喝过少爷的酒后，将军的旧伤已经大好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还有更神的啊，这是鬼爪美人炼制的，补气凝神，强身健体，返老还童，生龙活虎丹。好长的丹名，给我爷爷送去吧。是。天不错，正适合。是你。今儿不玩跟踪，改玩投怀送抱了，太迟了。鬼爪美人一斤。把它给我，留个全尸给你。不配知道我的名号。区区冥界倒还有点东西。我也是必丹境境界之差，我碾死你就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。看清楚，你面前的究竟是蚂蚁还是巨龙？兽脉觉醒，资质尚可，来我九天道宫，我收你做个徒孙。天道宫，地琴中竟然还有阵法。这小子的气势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强呢？风牙掌，巨人阵，起！走！什么？我的灵力在外泄，我的力量不回来。这是阵法，竟然能吸收对手的灵力。不，别杀我，求求你。当你说出九天道宫这四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这一剑竟然不弱于碧丹境，不愧是地境里的阵法，九天道宫。跨境杀人，一招瞬秒，风儿的战力竟然如此强悍。少爷日后一定能代替将军，挑起叶家大梁了。为什么要脱衣服？金针术，不看清穴位怎么施针？什么金针术？听不懂，你隔着衣服扎就是了。病不忌医，想治病还婆婆妈妈的，快脱。银霜他怎么样了？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醒过来吧？醒不了。九天道宫的人为什么追杀你？我是赤血神朝的公主，朝中政变，他们应该是我舅舅收买的杀手。杀手？九天道宫怎么会轻易被收买？云虚大陆和天元大陆都有九天道宫，如果他们都是一个宗门，那九天道宫的势力到底有多庞大？怎么了？还挺舒服的，继续啊。
已经压制住了，失针过多对你没有好处。啊，就肩膀上那一针，为什么要我脱衣服啊？这是因为，之前师傅怎么说的来着？等会儿你等我编，想一下。大坏蛋！大坏蛋，邓公子，无耻！别打了，好不容易压制住，要不然一会儿还得再来一针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这个可让人占了大便宜。加油干将啊，主导主矿。总感觉少点什么。哎，锤腿。锤，凭什么？你不想办法给我家公主治病，在这儿搞什么幺蛾子呢？不多弄点钱怎么治病啊？你们公主让你这段时间听我的，别废话，锤腿。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排场，就弄了一瓶药，这啥人是啊，一瓶就够了。这叶家的小少爷太邪性了，没听说过的丹就敢卖这么贵。大人，人命关天呐！太可怜了。昨天这草药只要四两银子，今天怎么就涨到20两了呀？对呀。昨天你孩子病得还轻，今天都快死了，救命的药自然要涨价呀！哪有这样的人？大人开恩呐！大人开恩！大早上的就有死人上门哭坟，真晦气！没钱就滚！你动手！夜杀人出手救人了！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你好，我疼，我好疼啊！你们给他吃了什么？别动，他少爷在救人。我儿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娘啊！我没看错吧？那孩子吃了神丹，突然就能修炼了。那可是神丹啊！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吞了他的神丹，什么都没做，就从宫外突破到凝气了。真的？谢谢叶少爷。王家和四渡家垄断帝国的草药生意这么多年，仗着修为高，干尽缺德事，肯定把那摊位给掀了。掀摊子倒算好的，就怕叶少命都保不住。什么神丹啊，给我也尝尝。终于来客人了。客人？哼，敢抢我们的生意，你好大的胆。把你手上的神药都交出来，我留你一条小命。哟，这是多久没挨过揍了，脸皮够厚的。你别伤了和气。要不这样吧，叶兄，你用神药的配方，我们用帝国所有的药铺为赌注，咱们去擂台比一场，如何？所有药铺。叶枫，这俩人这么缺德，就算打赢了，他们赖账怎么办？我会给他们一个赖不了账的理由。怎么，看到老子这凝气巅峰的修为，你区区凝气五重，别吓得尿裤子了啊！叶少还是年轻啊，就算赢了王霄，恐怕……宝强的灵力啊！砍招！
王霄的鬼魅身影一旦施展，快得连身形都看不到。他这招，叶枫肯定接不住。什么？一招？啊、这不是一招杀了？没看错吧？叶枫也太狠了吧！你杀了王霄，他可是尚书的儿子。尚书的儿子很了不起啊！你们仗着沾血的名字，逼死不知多少百姓。他很幸运，笑着笑着就死了，但你可就没这个运气。我爹就是被他们逼死的，我娘也是，我还被他们打折了一条腿，他们死了活该。是啊，住口！还这群贱民，没有我，你们一粒药都吃不到。没有我，你们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。你敢？我这个是丞相。今日赏你个痛快，算便宜你了。叶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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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叶公子且慢，贵客有请。好、哦。朕见叶小公子身手不凡，实乃我云武国之栋梁，不知可愿陪朕喝上一杯？那就谢陛下厚爱了。只是我观陛下气虚面苦，显然病入膏肓，这一杯酒喝下去，怕是不出一旬，云武国上下就可以为陛下举行国葬了。叶神医一眼就能看出朕患有心疾，想必医术了得，不知可有办法医治朕的心疾啊？当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叶家少爷叶枫医治有功，赐丹神称号，赏黄金万两，良田千亩，锦织百匹。臣领旨。叶少爷怎么没来领旨啊？他世间功法都有特定的功法路数，但此功不仅能疗伤，还能让灵脉随心而动，功法之间也不会相克。不愧是帝姬。幻境之桥，迷踪阵，成了！你教我这功法也太厉害了，竟然打通了我一条冰封的灵脉。解封一条灵脉，便有了避丹三重的实力。要是36条主脉全解封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这灵脉忽然解封，还有点不适应。叶枫，用你那什么金针帮我调息下。遵命，大小姐。对公主无礼，受死了！这光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哪儿来的？穆爷爷，您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九天道宫的小贼可是全被我宰了。这小子真敢拿手指点你，收拾他我还是做得到的。不是。哼，原来是护卫，还真没礼貌。我替你教育教育。区区一个宁气蛊虫，我打得你叫爷爷。猩红渡烟。
禁止啊！臭小子，你找死！叶枫，你什么时候在院子里布下了阵法？臭小子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把穆爷爷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必他现在已经跟幻境中的我难舍难分了。你就放了穆爷爷吧，我看他跟疯了似的。遇上一个高手不容易，正好让他试试我的极限。消耗太大了，洞天神珠，催动两个阵法，同时周转这么多灵力，叶枫，你的灵脉会承受不住的。灵气失重，你竟然突破了，叶枫，当心天劫！什么天劫？每一境界的极限只有九重，但凝气境之后突破极限便会引来劫雷。你怎么不早说？糟了！灵气十一重，怪物！你怎么还不死啊？混账！屁天才，我们九天道宫专杀天才。劫雷，又有天才送上门了。初次见面，前辈就找准时机替我挡下劫雷，真是太客气了。别取笑穆爷爷了。臭小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慢着，穆爷爷，叶枫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是要为我疗伤。当真如此？嗯。那又如何？他救了你，我帮他挡了劫雷，两清了。寒毒也是他解的。这小子还懂医术。你既然能为公主治病，那就是神朝的恩人，我这条老命也是你的。我要你命干什么？帮我做件事。何事啊？你就替我保护爷爷，这样我才能安心对付九天道宫。我就客套一下，这小子真不客气呀。老夫还得保护公主呢。穆爷爷，他帮衬我良多，您就帮帮他吧。哎呀，公主，这小子支开我，肯定对你没安好心呢。穆爷爷放心，以我的实力，不想让他碰，他根本碰不到我。啊，那若是你想让他碰我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年轻人的事啊，我不管了，告辞。爷爷再见。对了，刚才还说要帮你疗伤。你这是又要突破？
竟然能在没有契机的情况下连续突破，马上就是凝气十二重了。只是这最后一道劫雷是最厉害的，不知道九天道宫又是他们。两个通玄境，若是让他们打扰了叶枫突破，极有可能还在修为尽废。这大坏蛋突破的真不是时候，不然布下阵法，他们也不是对手。哟，这不是赤血神朝的公主吗？正愁找不到你。正好，今日两条道与我一起上。傲寒真诀第三式，五血飞莲。烈火真诀，凛冽。你杀我，岂有那么容易？你竟然压制住了寒毒！老三，你还看着，还不动手？对付个小丫头都这么吃力，老二，你不行啊！尝尝老子的引冰毒火！我若是开了两条灵脉，定将你们杀得片甲不留。看来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冻死。这是什么？我在，他不会死。他们要我死！传奇凝气境十二重，什么傻瓜，最有天赋的人！这是我当初突破地境时凭空出现的锁链，地境蕴含的能量竟然与劫雷中的星空之力相同。我懂了，地境是来自星空的宝物。还突破，疯子，你知道这劫雷多厉害吗？放开我，我可不想陪你一起死。突破之时，竟然意外感知到了这不属于世间的气息，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那就先叫你白色道气吧。他竟然能以传奇凝气境突破到碧丹境了，这不可能。对他来说没什么不可能。傻丫头，让你受苦了。不过我知道你会救我。传说中鬼手门的天才少主也不过如此。本命玉诀碎了，竟然有人能杀我的人。我死那日那诡异的锁链也出现过，如今突破时又出现了。难道这些锁链是突破极限时为了束缚我而存在的？他和地精有没有什么联系啊？喂，说要带我出来采炼丹药，怎么这么不专心啊？我采个药而已，没必要跟来吧？不跟着，谁知道你又要惹出什么祸端？那日你真是吓死我，竟然引劫雷杀人。万一你要是也死了，我……有九转不灭功在，我不怕。我怕。我不许你这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。好强的实力，
是通玄境以上的高手。是你杀了我的两个手下吧，小天才，我来送你上路了。又是九天道功，还挺心急。也好，送你们做对亡命鸳鸯。公主，赤血神朝的人，伤我赤血神朝的贵人，找死！我没。属下来迟，望公主恕罪。使者大人，叛乱已平，尊主还望公主能尽快回去。要走？父皇竟然派出三位战玄境使者来接我，想必是不容我拒绝了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吧？我会去找你。一约即成。万山难阻。你要是敢违背誓言，我就用金针扎你。好。叶枫，我等着你。已经把我引到这儿来干嘛？圣火宗，看样子是个不小的宗门。也不知道我和师父死后，凌霄门怎么样了。顺眼多了。这破遗址宝贝没找到，吸引过来的修士倒是富得流油啊，够咱哥俩好好赚一笔了。宝贝留下再自费修为，我就饶了你。什么人？想黑吃黑，同道相见，江湖规矩，二八开。第一，我和你不是同道。第二，我从不讲规矩。去滚！好好一片遗迹，被你们两个虐得跟贼窝一样。法阵？不对，这是类似雕刻的道盘。被吸干灵力而死。这机械，我在突破时从天劫中感受到了一样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道之灵？怎么回事？这宗派底下居然别有洞天？他就是地精躁动的源头。谁？有温度，一万年了！来活人了，来活人了呀！我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这老头的气息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吸干灵力，重获自由，找九天道功报仇。九天道功？不，我打不过他们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有道技？快说，求你了。
你只有碧丹境，碧丹境怎么可能突破天狼法门？怎么可能有道气？你哪里来的道气？道气！把道气给我斩了！强度，好强的身法！你想不想当圣主？圣主，圣主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这么段枷锁，我就打不过九天道宫的人。圣火令的传承，我也没找到合适的人呐。你和九天道宫什么关系？这破枷锁，砸了不就完了？你看得到枷锁？怪不得你身上这么粗的枷锁，这是被天道记恨的多严重啊！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你地体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圣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圣火宗的圣主。我找到圣主了，宗主啊，我终于找到圣主了。有人先我一步到了。老头，你干什么？圣主，刚刚打入你体内的是赤羽圣衣，有了它，你就是我圣火宗的圣主。什么狗屁圣主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圣火宗可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元天第一大宗，赤羽圣衣便是我圣火宗的至宝。当年我宗被九天道宫覆灭，为传宗门血脉，我领宗主之命，躲在这宗门残骸下数千年，就为等待能成为圣火宗传人的人。如今赤羽圣衣已经传给你，你就是我圣火宗的新圣主。九天道宫我不会放过，但这圣主我不当。穿上赤羽圣衣的那一刻就由不得你了。你我二人身后这锁链，这叫做天道锁链，这是这天道设下的限制，让我们永远离不开这天地牢笼。老头，忘记跟圣主说了，这赤羽圣衣的火之力剩余不多，圣主可得好好用。至于我，我要替圣主破了这锁链。只要没了锁链这层阻碍，圣主才能突破，成就地境。你又疯了，你会死的。这锁链我自己能破。我已是风烛残年，做不了什么了，但我可以为圣主做最后一件事。宗主，我终于可以来陪你了。拜托圣主，一定要去找九天道宫，为我，为圣火宗报仇。极地惊天，小天才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等我很久了，落水口。中了我的荆棘神弓，还嘴硬，你的命可是捏在我的手上。落水狗抓了笼中兽，优势在我呀！别乱动，你越挣扎，他们缠得就越紧，吸血的速度就越快。你可不能死得这么容易。
父老这宝贝确实不错，我现在充满了力量。你竟然得到了赤羽圣衣！哼，就算你穿上了赤羽圣衣，他不认主也没用。是吗？那你再仔细瞧瞧，他认主了没有？圣魂！赤羽圣衣就算认主了又如何？以你的境界，根本领悟不了其中功法，更发挥不出他的实力。是吗？凤凰劫第一式，血脉之光。我服了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都说，我全告诉你。你们总坛在哪儿？公主叫什么？宫内多少人？都是什么修为？我一个黑分堂小小的左使，连堂主的名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知道九天道宫公主的名讳？我只知道，他们都管她叫……去死吧！这是阵法，懂阵法的人几千年前都被我们杀了个干净了。你怎么难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看来你知道的不少，替我保密。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说。我相信没想到赤羽圣衣中剩余的火之力这么快就消耗完了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再找。父老啊父老，你走之前倒是把方法告诉我呀。唉，凤凰劫这套功法竟然如此玄妙，只是粗浅领悟了第一式血脉之光，就让我突破了碧丹八重。只是现在赤羽圣衣陷入尘世，凤凰劫的威力也大大减弱，还是得赶紧寻找火之力。敢抢我的东西，胆子不小。哼，好漂亮的仙鹤。想吃就过来吧。先说好啊，我可不是要占你便宜。这肉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不要钱，吃吧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嗯，真香！你怎么烤的？这么好吃？手法倒没什么，主要是肉质好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荒郊野岭？别提了，要不是为了给太爷爷治病，我才不会到这边陲小国来。还有那可恶的大白鹤，也不知道看到什么了，竟然扔下我就跑，害得我找了这么久也没找到。大白鹤，饿了吧？多吃点，吃不完带走。那谢谢，你真好。这是什么吗？大白鹤，大白鹤，混蛋，我杀了你！冷静了没有啊？大白鹤是我杀的，但鹤肉你吃的比我还多，所以两不相欠。乖，那我就稍微补偿你一下，这叫养颜丹，一粒便可保你青春永驻，容颜不老。说什么？你就是一粒丹药救皇帝的云武国丹圣？你知道啊？略闻一二，不过小白作为中州唯一一只白鹤，与我情比金坚，不亚于我的手足亲朋。
一粒丹药就想打发我可不行。嗯，得加量，而且我还要去你家盯着你。徐阙死了，据说他独自前去寻找赤羽圣衣，结果遭遇了不测。哼，想独吞，活该。不过既然这等宝物现世，那必定得归我九天道宫。传令，待黑坟双煞归来，让他们彻查赤羽圣衣的下落。是。叶枫，叶枫，你人呢？给我出来！天天早上扰人清梦，还有完没完了？我说要来盯着你，可不是给你做采露烧火的丫鬟。楚风，我也太不客气了吧！本下就不干了。那看来你是不想再变漂亮了。算了，我找别人来。你再给我三粒养颜丹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你做的牛肉和马肉都太难吃了。那你想怎样？捶腿。做梦。嗯，冷静了没有？吃了我的丹药，道理懂不懂？懂，我再给您揉揉肩。小姐，你怎么给别人当丫鬟了呀？敢使唤我们小姐，找死！没当丫鬟，我求药呢。啊？求药？小姐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这，哎呀，眨你妹！滚，都滚！哎呀，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，小姐，这是被下蛊了吗？怎么对那个叶枫这么好啊？老太爷都命悬一线了，小姐这么玩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找到神医？说我坏话。不敢，小姐。小姐，可是太上长老危在旦夕，您不想着给长老治病，还在这儿？我就是为了给太爷爷治病，才待在这儿的。叶枫号称云武国丹神，他的丹药是太爷爷最后的希望。不过此人已经被我拿捏，你们两个一会儿陪我演出戏。啊！我定要他乖乖跟我回萧家。叶少爷，叶少爷不好了，我们小姐快不行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叶枫，你来了。实不相瞒，我身患重疾，早就时日无多了。临死之前，我有个遗愿，帮你太爷爷治病。你怎么知道？吃鹤的时候你说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能不能？能。我就知道你也不怕。你说什么？我在这儿待闷了，正好也想出去看看。你答应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自徐缺之后，九天道宫再没来找过我的麻烦，现在出来正是调查他们势力的好机会，正好寻找斩断天道枷锁和唤醒赤羽圣衣的方式。怎么突然就热起来了？我怎么记得来的时候这里没着火呀？难道是火炎兽？火炎兽？火炎兽相当于战玄修士，生活在极热的地方，这里就有一只。据说他们平日性情温和，可一旦被人触怒，便会迸发火焰，将周围烧得寸草不生。
据说此兽还有上古神龙的血脉，就这还有人敢惹？我们赶紧离开吧，免得被殃及。小白，跑快点！这小子身上突然爆发了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，小姐和他在一起不会有危险吧？小姐，抓住别动手，先把手停了。小姐，小姐。还是先想办法离开这里。那小十和小十一呢？不管了吗？他们不会有事的，你先捂住耳朵。为什么？是火焰兽！洞天神珠，锁龙阵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轻易的外加。片龙影血落，怪不得有火焰兽守在附近。这里的火焰之力竟然强到能让赤羽圣衣复活。是用点你崽子的血肉炼丹吗？还真是不依不饶啊！别浪费精力，小的带走就行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去找拿到赤羽圣衣的家伙。他们在找赤羽圣衣，难不成是九天道宫的人？竟然有人能潜到这里，何方高人呢？别藏，出来见见吧。手段如此狠毒，果然是九天道宫的人。听起来你是九天道宫的对头啊。正好帮我们一个忙吧，你先带小火焰兽跑。死了？不对，还有的救。就麻烦你替我们周旋周旋，我们坐收渔利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小子身上的力量有点像赤羽圣衣？我没伤你孩子。真是麻烦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青龙洞阳。
这力量是赤羽圣衣没错了。想不到赤羽圣衣竟在一个境界这么低微的小子身上。凭你我通玄境的实力，还愁得不到赤羽圣衣吗？等我们回去了，肯定能受重伤。他还活着，力量怎么突然变得更强了？等等，他们不是同归于尽了吗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那两个人呢？那两个人都被你杀了。被我杀了？你可吓死我了。我前面来的时候就看到你飘在空中，把那两个人都烧成灰了。烧成灰了？该死，太便宜他们了，应该留条命问问九天道宫的事。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晕了，然后这个火焰兽就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。火焰兽？难道是赤羽圣衣的力量？血脉之光第一层大成啊！这重新燃起的火焰竟然在淬炼我的神魂。你还好吗？不会再变成刚刚那样吧？没事，咱们走吧。看来这火焰还真是赤羽圣衣需要的火之力，但是刚刚让我失去意识的真的全是这赤羽圣衣的力量吗？灵儿呢？玲玲出门替你寻大夫了，快回来了。如今大房只剩玲玲，二房又居心叵测，就等着我死后掌权。我虽然不想让他们得意，但这或许就是我的命数。萧爷爷，药好了。别再拿这些东西糊弄我了，你这神医都治不了的毒，世上还有谁能救我？哎，把他们都叫来吧。亲死了自然是大罗神仙也难救，那就别浪费这吊命的汤药了。哎，慢着，
终于回到咸阳城了，这下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十一已经先行一步汇报老太爷了，老太爷这么宠小姐，一定会为小姐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的。那是自然。怎么样，叶枫，我们中州可比云武国大多了吧？我们萧家的财力更是堪比你们云武国皇族。你看你千里迢迢的来了，以后就住在中州，别回那边陲小国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没想到刚来咸阳城，却有东西引发了帝京的躁动。这趟萧家之旅有意思了。什么狗屁单身，还要我们大张旗鼓的迎接？玲玲堂妹，别是找了个江湖骗子吧？你跟着小姐一同回来，可有发现这丹圣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我和萧石并未看见过丹圣治病救人的过程，但小姐对他极其信任，为了求药甚至给他揉肩。丢人！萧家何时需要这么低三下四求别人了？爹，这丹圣不能留啊！二叔，我带着丹圣回来了，他爷爷还好吧？我带丹圣去给他治病。老太爷好多了，治病不急。你不是有事找小姐吗？哦，小姐，二老爷前两天刚给你买了只鸟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，真的？啥鸟啊？叶枫，我看完鸟就带你去看太爷爷。这丫头还真好糊弄。你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正好，你们的家务事我也没兴趣掺和，就此别过。算你识相，赏你点辛苦费，带着你那什么狗屁药丸糊弄别人去吧。愣着干嘛呢？滚啊！第一，是你们萧家小姐求俺；第二，敢侮辱丹道。做好死的准备了吗？放肆！一个乡野骗子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！哼，萧家没人了吗？碧丹九重也敢带出来丢人现眼？看招！强的灵力，一起上！举出手，青红之影。后面，后面！你们这群废物！他竟然将师兄的灵脉烧断了，这是什么功法？敢伤我师兄，我宰了你！财物，你们的经脉，也别要！一个碧丹八成，怎么可能？你们父子不就是想弑亲夺权吗？我懂，不过你们得等两天了，萧老太爷不能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也想救老太爷，只是他病入膏肓，已经神仙难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我要是救得了老太爷呢？你要有这本事，我当众下跪道歉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到时候可别不敢认啊。哼，爹，你住口。叶枫，你斗不过我二叔的，快走。你怎么还洗上澡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拿个毛巾给我。给，搓背。我不是丫鬟。我知道，萧大小姐帮我搓背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逗我？只是一些盘缠，赶紧拿上，快走。你慌什么？你太爷爷治病的事，我心中有数。我没数，萧十一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。不管你能不能治好太爷爷，他们都不会放你走出萧家的。你是我找来的，我不能害你丢掉性命，所以你快走吧。真的不救你太爷爷了？我算看出来了，二伯还有堂哥他们根本不想救太爷爷，所以我不能再害你出事，否则我会愧疚一辈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死，老太爷也不会死，这世上能杀我的人还不存在。真的吗？你吹牛。真的，我保证。老太爷马上就要咽气了，这时候不能出岔子，得想个办法除掉他。哼，一个毛头小子也敢称兽，我看他还能嚣张多久。这是什么？我要你们马上动手夺取萧家大权。是。不吃解药，片刻就会完蛋。叶枫，敢和我作对，就送你去见阎王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哼，死在梦里，便宜你了。阎王。我不光演你，我还要杀了你。什么？你敢？没有我叶枫不敢的。好好尝尝，我还给你加了点料。哼，雪莲花，这么稀有的玩意儿都能弄到。看来萧玄野心不小啊。哼，叶枫，大半夜的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我睡不着，瞎逛看到有可疑的人往这边来了，可惜我修为不够把人跟丢了，所以就先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。你看到的人是他吗？陆，别叫，明天给你看场好戏。这次将大家召集来，就是想问问诸位的意见，这丹圣叶枫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？自然要信，他医术高超，我可是亲眼见过的，肯定能治好太爷爷。是啊，死马当作死马当活马医，事关老太爷的性命。三弟，这么说未免也太不孝了。那布衣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叶枫，他出事了，谁杀的他？啊！你怎么知道叶枫出事？就是被杀了。不是叶枫出事了，是叶枫把洛少爷给杀了。什么？洛儿，我的洛儿，叶枫，滚出来！二当家的怎么还在演啊？好好的赌约不守，非要自己儿子来送死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你杀我儿，我必不能让你活到明日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二叔可是碧丹巅峰，叶枫怎么打得过啊？不行！
实力还不错，不过就凭这点实力能搞到血灵花，还差点意思了。二当家，你背后的靠山是谁呀？多罪，段天堂。看来我还是对你太客气了。血脉之光。二哥，你不过碧丹八重，怎么可能接住我的段天掌？不可能的事多了，二当家多见见世面。你的毒药品味太低，把人迷晕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加了点料，让他既动不了，还保持清醒，留口气让你们父子相聚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还真让我看了出好戏、啊。爹，诺儿，你，诺儿，诺儿，哼。看我做什么？虎毒不食子，拿儿子挡刀的可是你这个好爹爹。我杀了你！放过二哥！放开！我要给洛儿报仇！这些小辈们都看着呢。事已至此，先让洛儿安息吧。叶枫，这笔账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能打得过我再说吧。叶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今夜去老太爷的房间看着，不要出来。为什么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老头子果然把乾坤圣镜藏在这儿，叶枫。你今夜插翅难逃，二哥，闪开，不然我杀了你们！二哥，乾坤圣镜虽是萧家秘宝，但连老爷子都无法驾驭它毁天灭地的威力。你拿了它，万一伤了自己，得不偿失啊！与你无关，闪开！二哥，萧家守护圣镜这么多年，不能让你带走它。你把东西放回去。我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哼，要拦我，那就动剑。小玄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把乾坤圣镜还回去，萧家还能给你留个位置。老三死了，现在换你这个老四来使威风吗？找死！萧简只要一死，我就是萧家未来的家主，我就是萧家的天。行剑诀，不灭剑气。这是刚入咸阳那时感受到的气息，离我越来越近了，看来是有人来了。叶枫，我带我儿来向你索命。敢杀我儿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，只可惜死得这么快，太便宜你了。我本来在屋里准备了毒丹给二长老尝尝，可惜你不太懂礼貌啊。
看来你早就知道我要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有乾坤圣镜在手，杀你就是再费点力气。圣乾坤斩人，这宝贝好大的威力，得先避其锋芒。惊鸿渡影，哼，你的招数太明显了，圣乾坤断。宝镜变幻无穷，毛头小子给我儿成命。圣乾坤散。没抓住啊，好诡异的阵法，就算用了保护又如何，赵云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有我的弱点是近战，荒谬，老子近战还没等等混蛋，圣乾坤回蕴含着星空之力，这与我前世渡劫时感受到的力量一样。哼，有本事别躲，见识到我萧家秘宝的厉害了吧？你狠是吧？老子最不怕这个。来了，别操纵，这镜子失控了。邪剑诀。灭剑气，我的识海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帝经把乾坤圣境的力量吸进来了。这股力量磅礴浩瀚，说不定可以用来与九天道宫一战。却又增加了，看来是地经突破促成了他的壮大。野风哟，二长老是属蟑螂的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你杀我独子，毁我萧家秘宝，今日你必须死。竟然以燃烧兽元的方式强行提升修为，老疯子是个狠人，那就先拿你试试刀。流光尺，我只用了三成功力他就飞了，这地经里的功法果然不同凡响。傻了，爷爷，爷爷，我吃糖葫芦。完了，没控制好力度。这流光指不光力道大，对神魂冲击太大了。没想到这萧玄私盗家族秘宝，还毁了禁地。云兄，还是快走吧，别被萧家连累。我这把老骨头虽然没用了，但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哎呀，你就别逞能了。外面的动静好像停了，肯定是叶枫赢了，我出去瞧瞧。回来，乾坤圣境的威力无人能敌，一个炼药的小子如何抗衡？过来，躲到我这边来。老夫跟你拼了。他就是叶枫。金针风拳，
火气这么大，看来是拼了老命劈的这一刀啊。萧兄。叶枫，你没事？二长老呢？二长老很好，可开心了。玲玲，把老爷子扶到床上去，都命悬一线了还劈人，真是麻烦。是。可以了，老太爷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，剩下的喝药调理即可。这么快就医好了？毒真的解了？敢问小友，这是什么术法，竟然解了这不治之毒？金针术里最基础的针法而已。哦，金针术，这是什么术法？从来没听过。哎呀，管他是什么术法呢，我先让太爷爷把药喝了。等等。雪灵花。叶枫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药不对症，我等会儿再开个方子给你。哦，是我疏忽了，如今毒已经解了，自然不需要这么猛的药剂，让小友费心了。萧玄败了，萧简现在也清醒过来了，夺取萧家的计划怕是一群成不了事的废物。没了萧家，逆玄大计便少了最关键的一角。主上，吉日已近在眼前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谁说少了一角？那人不是还在萧家吗？逃路。他不是洛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洛儿吃糖。叶枫，你害得我！你日后是吃傻还是清醒，吃老鼠还是吃馒头，现在全在我一念之间，说点我想听的。黑粉汤，我只知道他们叫黑粉汤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黑粉汤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能把手同时伸到萧家和百药盟，不就是九天道功的实力吗？我没听说过什么九天道功，但黑粉汤邪性的很，我若不是为了保全我和洛儿，怎么会出卖萧家？黑坟堂的堂主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。我只知道他的手上……他的手上怎么了？这凤凰剑，血脉之光，去哪儿？永灭剑气，这点本事也想留给我？惊鸿一影。通玄巅峰，退！这这是哪儿？小白别走，真好吃。你清醒一点，是我。你醒了？下去。你别多想，是因为半夜太冷，床边根本趴不住。你身上又暖和，所以我可不是占你便宜。我就是想睡个好觉，而且这是我的床。是你把我带回来的。你说要去见萧玄嘛，我就跟过去了。结果刚到就发现你躺在地牢门口。你没有见到有什么可疑的人吗？这个通玄巅峰的高手不简单，灵力中藏有暗劲，连我也没有防备。可为什么他有机会杀了我，却没有动手呢？
想什么呢，恶伯？以后这种事我自己一个人可以，你别跟了，很危险。就是因为危险才更要去，这次要是没我，你说不定都死在外面了。我爹娘说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帮衬。什么意思？帮衬什么？就乖侄女，老太爷怎么样了？不许占我便宜，太爷爷好多了。哎，正好今天天气不错，叶枫，我得带萧家好好犒劳犒劳你。少爷，小的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宝贝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放屁，没宝贝天选宝还怎样？我花大价钱买了他，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群刁民撒谎，不给也行，那就往死里打。怎么认识？是南宫烈，南宫家家底殷实，他妹妹南宫林又是咸阳城第一天骄，因此实力上总压我们萧家一头，所以老在城内胡作非为，还曾试图当街非礼我。到底藏哪儿了？没想到现在变本加厉，买了宝物搜刮百姓，这狗东西。小女侠今日休沐，哥哥替你出气。藏这儿了。什么人？敢坏本少爷的好事？在下叶枫，前来打狗。来了条爱管闲事的大鱼，给我打。爷爷，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你忍着点儿。我提霸天粉火拳，无敌是吧？霸天是吧？快一起上。放人，不然爷爷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你就只能忍着了。放人，不然爷爷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你就只能忍着了。有两把刷子，你是谁的人？我。原来是萧家大小姐呀、啊！怎么，前两天没打过就回家摇人来了？啊？怎么看都是一副穷酸相。你身上有什么宝贝，能让天选宝盘起这么大的反应？拿出来，让大伙开开眼界。哼，好啊。拿的什么东西？打开。哼，你再靠近点就看到了。公子，你敢耍我？耍你怎么了？你找死。哟，美女在哪儿？你敢打我的脸？我爹都只打我的屁股。你脸皮厚，当然打脸了。你太虚了，不是我对手。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赢了，我南宫烈的全部身家拱手相让；输了，把命留下。玩的这么大呀，我喜欢。我们公子可是通玄二重，他必单八重敢应战，就是找死。境界之间的差距可没这么好跨越。啰嗦，今日我萧玲玲就把话放这儿，叶枫若是输了，别说他的身价，我的你们也一并带走。好。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灵力？他的实力根本不止碧丹八重。
还有其他招吗？没有的话，那就该我了。这灵力看起来最多也就碧丹巅峰，可是为什么能释放出通玄境的力量？这次是我大意了，尝尝这个南宫绝学第三式。吞食雨林，凤凰劫，血脉之光。这是什么功法？竟然能破得了我南宫家的绝学？还以为你南宫家的绝学有了不起的地方，看来都是华而不实的玩意儿，看着吓人，其实是草包。哎，把钱都准备好，省得本小姐一会儿一个个要。你一个大男人玩什么水啊？这功法一看就是给女子修炼的吧？敢侮辱南宫绝学，给我闭嘴！少爷！哎呀，南宫少爷真客气，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了，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？你个臭！想好了再说话。你又打我的头！萧玲玲没告诉你我爹是谁吗？我打人，从不管他老子是谁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松开！再嘴硬，另一只手也别要了。说，你认输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少爷，滚开！切，咸阳城第一世家大公子的全部身家，就这？你给我记住，你从我这儿夺走的，我会加倍讨回来。讨回去？先拿来吧你。我已经认输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衣服料子不错，带上。鞋子就不要了，太臭了。好嘞。叶枫，今日之耻，该是我必加倍奉还。那你可要快点儿，没准我哪天心情不好了，再找你揍一顿。走。主任，领完罚了。属下夺取萧家任务失败，万死不辞，但请主任再给小人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叶枫是堂主亲自选定的人，能够代替萧家替我们完成计划。现在他已经跟南宫家对手了，剩下的我们只需要顺水推舟，添柴加火。可是叶枫自从治好萧简之后，便和百药盟熟络起来，想激化他和南宫家的矛盾，只怕百药盟有堂主亲自镇守，你敢质疑堂主？不敢，我这就去办。我准备好了，让我看看南宫烈这混蛋整日强取豪夺，都抢了些什么宝贝。妈呀，这混蛋竟然抢了这么多宝物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别让我再遇见他，否则没他好果子吃。这次输了家族至宝，这位南宫少爷得有段时间不敢出来见人了。小姐，老太爷醒了，特邀叶神医前去答谢救命之恩。太爷爷醒了？哟，来了！果然是战玄境强者，才恢复些就能有这么强的感知。你这次救了我的命，还替我萧家铲除了一劫，
想要什么宝贝，直说吧。老太爷见外了，玲玲是我的朋友，不求回报。哦，金银财宝满足不了你，看来这人情我是非欠不可了。您又想多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就好奇一件事，您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您的伤既有妖兽的气息，又有极其霸道的灵力，还有一丝我看不透的毒，任意一种手段都能要了老太爷的命，可对方偏偏让您活了半年，所以盯上我萧家的实力恐怕难以想象。老太爷还是先说说伤您的妖兽吧。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妖兽，是九阶巅峰的妖兽荒魂。荒魂？不错，如果不是他受了重伤，我和南宫家家主还有其他几个家族的族长不可能对付得了他。老太爷被算计得好深呐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萧玄和南宫家没这么大本事。百药盟作为中州最大的医药组织，向来不设任何争端，况且余神医和我是故交，不会害我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都只是棋子，最重要的是他们背后那个棋手。不知道老太爷有没有听说过九天道宫这个组织？你竟然知道九天道宫？但我没得罪过他们，更没听说周围人与他们有过什么来往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一辈子就学会了这么一个道理。小小年纪也敢妄言一辈子。太爷爷，有人找上门来了。啊，南宫家主，我们还没通报，您不能进来啊。完，我们南宫家找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下贱东西来管。南宫小友平日不登门，怎么今日想着来我萧府使威风了？这老小子病居然好得这么快。姓萧的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把天玄宝盘交出来，我给你萧府一条生路。你自己败家输给我的东西，怎么有脸再要回去？况且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跟萧府没有关系，要射箭也不看准靶心，该说你们是眼神不好还是心眼太坏呢？好一张利嘴。又一个战雪，咸阳城还真是藏龙卧虎。叶枫，今天我爹在这儿，这天玄宝盘你说什么都得还给南宫家。你祖宗来了也没用，这宝盘现在姓叶。又是碧丹巅峰，总拿这种不入流的人来应付，你南宫家没人了吗？你太嚣张了，如此两立。斩落一人依旧刚猛无比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功法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惊人斗赢。好诡异的身法，是老夫小瞧你了，那老夫陪你练练。不用，我能应付。小心无灭剑气，妖虫小技，秋风霹雳掌。之光，他居然能震退我爹！这什么话，这么霸道？嗯，太狂妄了，
该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压烟减去。我撑不住了，太爷爷救我！看你能撑到几时？有功！简灵玉盘。哎呀，一件小事，二位何必大动干戈呢？怎么，连神医也要趟这趟浑水？哎呀，哪里的话，我是来找叶枫小友的。神医是来学金针术，还是练丹法的？当然是，全都学了。百药盟那些老伙计听闻你的奇事，说什么都不信，我可得让他们长长见识啊！教你倒是没什么，只是我现在被狗咬，有点忙。南宫老哥，今日要不你就给我个薄面？百药盟向来不设纷争，为何今日破例了？叶枫小友一手金针术出神入化，已是我们百药盟的供奉。今日南宫老哥要是执意为难他，那便是与我百药盟过不去了。对，还有我们萧家。爹，这一下得罪两个势力。百药盟的供奉，你们什么阿猫阿狗都收啊？你说谁阿猫阿狗呢？叶枫可是我从云武国请来的丹圣。丹？没听过。边陲小国不入流的术法吧？叶枫小友，南宫家主还不信你呢，不如……哼，吃了。啊！哼，这小破球能有什么用？用跟你解释吗？哎呀，叫你吃你就快吃，放心吧，不会害了你的。嗯，还真是什么用都没有。这是，这，这就是灵力吗？我可以感受到灵力了，我可以吸收灵力了。不就是感受灵力吗？十颗高阶灵果的事有什么好吹的？我通脉了，我通脉一重了。现在是二重了。三重？不可能，肯定是这个叶枫又在耍小把戏。南宫烈，一个通玄竟然被通脉打退，丢死个人了！小玲玲，你找死！住口！还不嫌丢人吗？这丹药确实不同凡响。这样吧，只要叶小友给我南宫家500颗这样的丹药，天玄宝盘的事，我们就既往不咎了。哼，我凭本事赢的，你也得凭本事拿回去。3日后擂台，你赢，宝盘自当奉还，我再给你免费炼丹1年。叶枫小友，别冲动，南宫家有个实力远远超过南宫烈的绝世天才，对上他，你恐怕也是讨不到什么好处的。南宫镇，你敢不敢？好，求之不得。给我这么多灵草，你太爷爷是真怕我输啊？你傻啦，你现在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太爷爷把家底儿都拿出来给你，是想趁你还在我们家抓你给我们练点丹备着呢。你倒是实诚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来教你炼丹。啊，教我炼丹？练养颜丹吗？嗯，你想学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我还要练护肤丹，还有瘦身丹、美白丹、治不胖丹。
又炸了，为什么呀？我就不信了。不跟你说了，凝丹的时候不要着急。别碰，弹药会爆。爆、啊啊！有点晕。练个美颜丹，怎么练出迷药了？哎呀，叶枫小友，来陪老夫喝喝茶。小畜生！太爷爷，仅仅挥手间几道灵力，就有如此破坏力，不愧是真玄境。太爷爷，你误会了，这只是个意外。住嘴！老太爷，你们认识才多久？我的宝贝太孙女才多大？跟我强的不一样。您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混小子，想解释，熬过我的威压再说。这小子竟然能同时操控两种相克的属性。这是九重无灭功第三层三行拳。这气息三种属性。等等，他还突破到了碧丹十一重，气息还在涌动。这小子不会是要突破十二重吧？我这怎么可能？中州最强的天才也不过到达过碧丹十重，这个叶枫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太爷爷，他居然在你的威压里突破了。啊，还好还好，停在了十一重。天道加速，上次父老帮我破了一条，这一条看来得靠我自己了。助我突破功法和境界，多谢老太爷了。嗯，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别辜负老夫的栽培啊！以后有机会也多教教玲玲。太爷爷，你别说了，走。太爷爷，你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？听好了，玲玲，这个少年以后给我牢牢抓在手上，等你跟他成了婚，我萧家可就有望登顶中州了。啊，太爷爷，你好像想的太多了吧？叶枫，又是你！哼，先前还当着叶枫可以代替萧玄成为我黑坟堂的棋子，但这气运如此变幻。来人，传我令，诛杀叶枫。啊，可是堂主不是说？堂主太心慈手软，这种不稳定的人绝不能留。按我说的办。是。不够不够！呀呀呀！你们早上都没吃饭吗？一群废物！碧血归元第三重，玄魔伏影！没想到从秘库中偶然分出的偏门功法竟然这么适合我，叶枫这点倒是没说错，南宫绝学看来只适合娘们。小烈融合兽血突破到通玄境二重后，这些通玄境一重的护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到时候镇杀那个叶枫绰绰有余了。爹，这兽血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再多给我来点。这兽血是为父一名故人所赠，放心，只要能替我南宫家争光，
你要多少，为父都去替你求来。哼，你过来让我练两招。少爷饶命啊，小的没有修为啊。没有修为，那不就是废物一个吗？哼，不如趁现在杀了，等他带出去给本少爷丢人。我来陪你练练。灵力幻语。灵儿，你回来了。大小姐好。南宫林，好好的人不做，偏要做畜生，只怕到时候死的比畜生还难看。南宫林，我可是你哥，别太过分。爹。几月不见，林儿竟然达到战巡一种了。不错不错，快让为父看看。我这次回来是来打擂的，其他事别烦我。南宫林，仗着实力强就瞧不起我这个嫡子，我们走着瞧。不好了！你一天闯我房间800遍，这门都要被你撞烂了。这回是真出大事了。你倒是说呀。哦，南宫林回来了。南宫林，就是你之前提过的南宫家的天骄。没错，据说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和南宫家的擂台，听说他已经战巡一重了。小小年纪能有如此修为，果然是个天才呢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是，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小丫头，你怕什么？她可不是普通的小丫头，我大哥就是死在她手上的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不懂事，只知道我大哥好像资质很高，和南宫林并称咸阳双骄。后来一次擂台赛，他被南宫林一掌击杀。我怕你也……我既然应下这场擂台赛，就必定有取胜的法门。说不定还能找到突破壁丹的契机，你别太担心。嗯，我。梅烈，这是不是你们府上的人？嗯，是孙正房，他怎么了？应该是服了什么药，失去神智了。他现在的功力只比通玄境。通玄？可孙正房明明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。你们萧家还真是被外部势力渗透了个干净。小心。在这儿老实待着。你小心啊。一个伙夫，一个丫鬟，一个账房，都是这府里最不起眼又十分重要的角色，用藏得这么好的暗桩刺杀我，你们主子还真是下了血本啊。不灭剑气。竟然是传闻中可以使人狂化、忘记疼痛的珍稀兽血，看来又是九天道功。杀叶枫，还毁了我们在萧家培养了那么多年的暗桩，你是疯了吗？哼！前几日罗盘显示，
叶枫气运极盛，已远远超过南宫铃。若不杀了他，只怕我们连南宫家这枚棋子也会失去。逆旋大计，事关重大。与其铤而走险，利用叶枫，不如先杀了他，再慢慢将萧玲玲推上擂台呀、啊！混账！这是九天道宫巡查使前几日发来的密令，上面说了，萧玲玲早已不是大计的关键，叶枫才是。叶枫？他怎么会？属下知错，我这就去重新安排，确保这次逆旋大计万无一失。九转不灭体突破第三重后，我的自愈能力提高了不少，可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灵脉迟迟没有突破？虽然碧丹境第十一重已算圆满，但没有绝世的契机，只怕难以突破碧丹十二重，更别妄想通玄境。第一天骄南宫铃，终于等到今天的擂台大战了，不知道南宫少爷和叶枫谁会赢啊？南宫烈吧，不过听说叶枫已经加入了百药盟，南宫烈就算赢也不敢下死手啊。那不就没什么看头了吗？哎，这可不一定，你们忘了南宫铃跟萧家天骄的事了吗？这一家人养不出来两种人啊。已经到时间了，这萧家的人怎么还未到场？哼，不止萧家，叶枫也没到呢，是怯战了吧？哼，擂台大战是咸阳城一大盛事，可萧家纵容叶枫言而无信，目无规矩，应和他一起被赶出咸阳城。半炷香后，叶枫若不到场，萧家同罪受罚。哎呦，叶枫这次可拖累萧家了。哎，叶枫怕了，原本还想当众羞辱你一番，没想到啊，叶枫居然连露个脸都不敢。叶枫，区区一阵，有何不敢来？哈哈，哎呦，萧老太爷，您怎么才来呀？快请，我特意为您留了上座。坐哪儿不都一样？反正现在的人呐，也没什么耐性。既然来了，就把命留下吧。看清楚，我已经是通玄二重境了。确实有些意外，不过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个跳梁小丑。你，哼，只会口舌之争罢了。我便以一招让你看清我与你之间的差距。莽夫！什么？叶枫居然挡下了通玄二重境的攻击？这叶枫的境界也太奇怪了，看着应该早就突破碧丹九重了，可又还算不得通玄一重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碧丹十重完美境？鼠目寸光的家伙，这是碧丹十一重无暇境。碧丹十一重，这境界真的存在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来只会口舌之争的是你。这只是刚开始，看我打了你那张碎嘴。叶枫，结束了，是该结束了。什么？受邪之威！服不服？不服！这么容易就压制住南宫烈，碧丹十一重果然威力无比。但我怎么总觉得他还没尽全力呢？
爆裂兽炎！南宫家这回丢面子可丢大了。蠢货！好好的人不做，偏要做畜生，只怕最后死的比畜生还不爽。闭嘴！这群天才懂什么？只要能杀了你们，只要能获得绝对的力量，当畜生也比当人强。好，是失传已久的碧血归元功，再融合兽血后威力更大了。兽血可是无比珍惜的补药，他从哪里弄来的？叶枫，烦请赐教，凤凰劫第一层，玄魔浮影，血脉之光。哦，好强的灵力啊！啊，谁赢了？是南宫少爷赢了吧？那可是融合了兽血的碧血归元功啊！南宫少爷竟然败给了叶枫，通玄败给碧丹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小烈，快请但凡。哎，南宫家主稍安勿躁，余神医自会救人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儿子现在应该也算不得人了吧？要不还是挖个坑埋了吧？你是四家主，是不是可以宣判结果了？息怒。这场擂台比试是叶枫获胜，那么这场输赢不重要啊，他本就不是我要的对手，我要的是南宫林。报，南宫烈已被叶枫斩于剑下。南宫烈死了，但叶枫的气运却死水一样，这小子果然是个变数，看来我得亲自去看看了。好，我与你一战，不为宝盘，只为我南宫家的脸面。啊，南宫林已经将南宫绝学修炼得炉火纯青，叶枫是不要命了吗？不止如此，据说南宫林出去历练一番，已经战玄境了。这场比斗没有悬念，叶枫铁定输啊！放屁！叶枫铁定能赢。叶枫，通玄都不是，竟然也敢来挑战我，狂妄！叶枫，一个碧丹跟战玄逞什么能啊？这下好了，一招没出，人家一掌就要把他轰下擂台了。就是，真没意思。能接我全力一掌，你不错。秋风霹雳掌，我猜得不错，南宫绝学果然更适合女子，是我轻敌了。你试探我，好，那我也瞧瞧你的本事。下咽剑气。我的剑，我的剑竟然被烤化了。九转不灭功第三重，三行诀。寒冰刻炎火，这小子有些运气。
是个对手。再试试这招。春石雨林，瞧这架势，你确实比南宫烈强太多。拿那个废物跟我比。再侮辱我。流光指。你的意图太明显了，这就是你的实力。认输，给我南宫家道歉。蛤蟆撵兔子。什么？没门。找死。就是你这招，叶枫竟然不躲，这小子疯了吗？灵儿的水针可是有专攻经脉、逆转灵力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今日死在这台上吗？不，他要借我的水针突破。天怎么黑了？哎，这好好的天怎么说阴就阴了？哎呀，这看来要下雨啊。不，这是突破的雷劫。没想到这两个人斗法气运竟然增长得这么快，天助我也。这阵盘是什么力量凝聚的？既然这么容易就能触及传奇境，想突破门也没有。好冷啊，怎么突然下雪了？这是什么功法？叶枫正在突破，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？肯定是叶枫的实力威胁到他了，看来胜负即将揭晓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南宫绝学的最后一式，能引兵将敌人困在这个空间之内，任他宰割。东学领剑。原来这阵盘里蕴含的竟然是这世间一部分的气运，难怪我可以如此轻易地破解你的功法。你对我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可以，求我。愿赌服输，要不当我的侍女也行。气运怎么都消失了？我的气运，我的气运！叶枫吗？他没事。这修为是传奇必丹，这小子果然是神仙下凡，天才中的天才。不过这是唱哪出啊？哎呦，我乃君子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，丢人现眼。已经没事了，辛苦你了。放开我。你确定吗？我抱着你还能帮你挡挡。登徒子恼羞成怒。小侍女，现在我可是你的主人了。我不要。性子倒挺烈。叶枫赢了，咸阳城的天骄换人做了。叶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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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我乌金门的，想招揽他，让他出来喝个酒，见一见。在下天连山弟子，求见叶公子。不行，他不见客。在下南宫林，请叶公子指教。你是来找茬的？想不到因为劫雷中的星空之力，竟然让地境变成了一道门。这门内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有本事就再与我一战。没工夫陪你瞎闹，快滚。你敬酒不吃吃罚你下咽剑气。用处，只怕我一招都走不过。萧玲玲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萧玲玲，那边，什么呀？我早就来了，这不是没打过吗？你也不识好歹，我是在救你。少废话，秋风霹雳掌。说了吗？啊，萧家出了个传奇避丹境的天才，叫叶枫。这人真了不得啊！据说南宫林又去挑战他，结果被一招给秒了。这么厉害！竟然有人突破了传奇避丹境，可知是谁？萧家的客人，名叫叶枫。这几年来，但凡能突破完美境的天才，却不知因何原因突然暴毙，若能将这叶枫护佑在麾下，我板上宗不愁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你叫上人随我走一趟。可是南宫林师姐似乎败在了他的手上，而且是惨败，据说现在都下不来床。灵儿战玄一重，怎么会败在碧丹的手上？不管他是不是天才，敢伤我徒弟，得先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是。中州咸阳传奇碧丹出世，叶枫，是你吗？副堂主，丽儿挑衅叶枫，约战擂台，
可都是听从了您的指示啊。他现在危在旦夕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你南宫家办事不利，继承家业的嫡子和天赋异禀的庶女，我只救一个。不能为家族出力争光的庶女救来也没用。丽儿，求您救救丽儿。我能救，但没用的族子没有活着的必要。丽儿，丽儿，你不救他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这畜生，瞎眼奸气！你什么时候给我下了毒？去阴曹地府采药。至于你，倒还有几分姿色，巡查时想必会醒过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放下他！百上宗，动我百上宗庇佑的世家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多管闲事！你我同是战玄五重，但我的功法胜你百倍，该怎么做，不用多说了吧？我说你就放过我？你有的选。啊？我说，我的幕后之人是萧家叶枫。失去价值的敌人，没有活着的必要。带上灵儿，我们去趟萧家。是是。这黑色道气还真是难以控制，得赶紧找找灵药了。你是这个世界上除我以外唯一一个传奇碧丹境，力量太强，要么被觊觎，要么被除掉。奉劝你一句，低调行事。哼，我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我和你不一样。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一样。第一次出来见世面，没被人拒绝过，也没被信任的人捅过刀子吧。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别随便和人交底，会死得很惨的。叶枫，他娘的，黑色道气的杀伐之力，我拼尽全力也只能控制一小会儿。叶公峰，这位就是大长老药灵天，您需要什么和他说就行。长老，您的药。血炼草和皮筋魂是相克之物，虽能压制寒毒，但长久下去只会更加损害身体，需得炼化才能使用。原来如此。等等，炼化？在下叶枫，初次拜见，不知百药盟可有增强灵识的灵药？灵药你随便拿。刚刚说的炼化是什么？药长老可是中了什么毒气息？别管那么多，你就说炼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叫做丹炉，以灵气为火，将灵草中的精华提炼，根据不同特性最后凝丹，这便叫炼化。这枚洗髓丹能助你排除体内的尘颗杂质。这是积累了多少杂质？
你刚说你叫什么？叶枫。叶枫，原来是你！来人，把两位长老叫来。从来没有感觉灵力运转这么流畅过，这丹药竟如此神奇！便宜你们了。这丹只能排除毒素，要想彻底恢复，这草药可千万别再喝了。啊，这符是毒？以符咒下毒，在药性上是感知不到的。心思倒是缜密，你说是吧，小药童？啊，叶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种毒在他们身上积累了至少十年，一直侍奉几位长老的，应该只有你吧？是他下的。堂堂一个黑坟堂堂主，如此屈膝于人，还真是辛苦。你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本来瞎猜的，现在确定了。你耍我，锦夜。你们先走，这交给我。散行拳。哼，想不到这小药童竟是战玄二重，叶枫能是他对手吗？再看看，你竟能操控三种元素！哼，他的能力变强了，烽火幻。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你不堪一击，叶枫，受死吧！烽火步，救车，你的真实实力也不怎么样吧？到底还是个被隔绝的井底之蛙，竟然连散灵阵和禁锢阵都不知道。来聊聊吧。想困住我？你做梦！叶枫，黑坟堂不会放过你的。居然自保灵力，让神魂遁走。长老非要说是你灭了南宫家，寻仇来了。你快走！白上宗，白上宗不比南宫家这些势力。叶枫，叶枫，我来是叫你快走的。受伤就别啰嗦了。我怎么？你就留在这里养伤，别的事交给我。他会试两个时辰。拜托你们了，叶供奉放心。
何必浪费彼此时间？你我虽都是战玄五重，但你的家人可不是。你以一敌多，怎可能是我们的对手？交出野凤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哼，不可能。强敌来袭，他却自己逃走，这样一个懦夫，值得萧家赔上全部人性命？不过是浪费我点时间，灭了你，我再去。找我吗？我。谁？我就是叶枫。不是让灵儿告诉你别回来了吗？他可是战玄五重。别担心，我这就弄死他。你好好调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灭了南宫家还如此气壮，好一个狠毒的小子，只听说便判我死刑，你们还真是蠢，可笑。耐心已经尽了。小心，这是白上宗的秘法。我动不了了。锁灵术，跪下。我白上宗能用的可不止气，还有摄魂之法。这事和萧家没关系，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心，你当然要收拾。萧家这群和你同流合污的人，我也要收拾，包括他那跑了的太孙女。除恶务尽。恶？你有什么资格定谁恶？实力就是资格。你说的对，实力。就是资格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叶枫，周身有如此强的威压，他们的修为被废了。黑色的力量，你这个疯子，怪不得那人说你嗜杀成性，还敢说南宫家人不是你杀的。全宗之力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
这位尊者，不知百丈宗是哪里得罪了？得罪了叶少爷，就得死。叶枫，百丈宗不会放过你的。任务完成了，我还见到了这个灵体。这不是黑分堂堂主吗？你的肉身呢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都是那个叶枫，他拥有一种极其恐怖的杀伐之力，连我都有些难以招架。巡查师，您再给我个肉身，这次我……这么些年，辛苦你了。既然肉身没了，就干脆再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南宫小姐好雅兴，你这是想找我报仇呢，还是想来履行承诺，给我当婢女呢？当婢女？我师父死了，我知道不是你杀的，凶手手段残忍，就是想嫁祸给你。所以你想待在我身边，等凶手对我出手时，坐收渔利，拿我当饵。进来，关门。捶腿。轻点。倒水。说话。少爷，请喝水。太凉。叶枫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家破人亡，师父被杀，有和我横的资本吗？这就是你当婢女的态度。想报仇就要学会忍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我的伤都好了。这是丹药。丹药？那这就是你会的阵法吗？快走。伤势未愈，躲好。居神阵是九天道宫的人。
可以再生，便是九阶妖兽。诛杀叶枫，诛杀！黑色道气若再用，只怕要完事了。强行驱使力量，主魔阵，起！主魔必诛心，原来只有对上有灵智的敌人，主魔阵才会启动，白浪费心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解开了什么封印？不对，他不是九阶妖兽，是十二阶。声音不会又出事了吧？刚重建好萧家呀！一峰，小心！拜见吾皇。吾皇，拜见！我只是阴差阳错的解了你的封印，可不是你的皇。不，您有龙皇的气息，您就是我的皇。我一个人族，哪来的妖族气息啊？罢了，我只问你，你身上的封印阴毒无比，是九天道宫设下的？对，就是他们，我受重伤，他们抓住我，施法封住修为，控制，所以我才。不过，您龙皇血救了我。叶枫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起来吧，别叫我什么皇了。好的，叶枫主人。也别叫什么主人。好的，主人。叶枫，你没受伤吧？南宫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没事，都是朋友。朋友？嗯，我是来给叶枫当婢女的。什么？黄环寿？什么小婢女？叶枫竟然和这妖兽是朋友。最近的客人还真多。我有正事找你。又想说什么？你就不好奇这片大陆上唯一和你一样达到了传奇碧丹的人的实力吗？上次出了点意外，今天我要好好和你切磋一场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交一万两黄金我就跟你切磋？你就用钱这种俗物来衡量我们战斗的价值？我要出远门，没钱心里慌。嗯，那就不废话了，化尘归期第一式，雨山落。惊鸿渡影，反反复复和我说传奇必丹会带来麻烦，如此自在，看来身后的宗门相当可靠。想破我的底没那么容易。第二式灵现，无面剑气，能力不错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但你可有点让我失望。是吗？那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。化尘归气第三式，御风来。化身为灵，散于无形，这功法倒是有点意思。看得出来，可不代表你能破解。
三行拳。他竟然有这种能同时操控三种元素的功法，九天道功功法的印记。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。这次你赢了半招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你当我萧家是什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恨你吗？留下我还能护你几天，但要是出去了，你还能活几天呢？百上宗的人萧家尚且能应付，但百上宗背后的人呢？你护不了我一辈子，我意已决。你罢了，你要走就走吧。不过若是你不想闯了，随时回来，我萧家定拼尽全力护你周全。老太爷这份心意我记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家房子又被我打烂了，记得修一下。我还在院子里留了点东西，若有战玄来犯，能护萧家周全。臭小子。灵儿，我们走。说了不要叫我灵儿，我叫南宫灵。哎，叶枫在那儿。等等，他好像要走。什么？叶枫，你给我站住。太家弟子太霄，请传奇碧丹境第一人赐教。敢问小姐是什么人，为何要阻拦我与叶公子切磋？不怪人闹退开，我们可以还等着切磋呢。太阳，我们一起上，先解决这个碍事的。春池雨林，不好，快走！把人都打跑做什么？他们在挑衅你。你把他们打跑了，钱从哪儿来？各位咸阳城的同胞，想和我打？百万黄金，名刀名剑，交出其一，我便出手。百万黄金，冲锋了吧你！奸商，打赢我，可就能获得咸阳城第一天骄之名，不值得吗？第一天骄。你就想用这种办法来吸引别人目光，好把萧家摘出去吗？你是不是太聪明了？第一天骄的名号是我的了。是谁？不知道先来后到吗？百万黄金在此，玄天城冷无痕。慕容月，请叶兄赐教。冷无痕和慕容月，这可是在整个元天大陆都赫赫有名的天才啊！我记得前两年我们咸阳那个天才，南宫什么来着？就是在他们俩手底下输过吧？等等，你们感受一下这两个人的气息，他们这是突破到了战玄三重。特意为你来的这一趟咸阳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又是这种废话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如你所愿。哇，这是传说中的百文敌。我也不占你好处，既然二对一，那么我三招之内必败你。
这俩人配合起来倒是有些麻烦。小心！靠两只鸟来救，冷兄还真是个人才。竟然化解不了这剑气，一往无前，不灭不休，这就是灭剑气。这两个人一起出手，竟也没讨到什么好处。怎么，不打了？月儿，你不用出手了，我来。雷破长空。没数，引天雷增强剑气，战力虽然强，但对经脉损耗太大了。我倒要看看这招你怎么挡。三行拳。前玩雷，啊！水怎么变成火了？在你面前玩雷，怎么了？早听说叶枫能同时操控三种元素，但不同属性竟然还能相互转换。哎，说什么三招败叶枫，这已经三招了吧？别说打败了，他可是一点没有伤到叶枫啊！这应该是他的绝招了。不合理，他竟然冒险使用还未彻底掌握的功法，这是输不起的呀。以自身凝聚线下的所有自然雷力，他疯了，雷之力暴走，他会化为飞灰的。我承认我小瞧你，你确实很强，还没有人见过这一招，能作为第一个败在这一招下的人是你的荣幸。糟了，无痕真是控制不住力量，损害经脉了。无痕，雷龙吟。他是在感知。既然是汇聚，就定有一个最关键的内核。是你接触，也是最脆弱的。经脉尽碎，我也要赢，受死吧！狂劫第一式，血脉之光。赢了。冷无痕败了，我败了。叶枫，他已经败了，你不要趁人之危。叶枫，手下留情。
没死。等等，我的经脉。我只是修复了伤口，要想恢复实力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吃了，好的快些。为什么救我？你不该死呗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。以德报怨，咸阳城第一天骄之名叶枫无愧啊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是啊，他无愧，输给他我也不丢人。什么？叶兄弟，听说百上僧众多强者正全往咸阳城赶，想找你算账呢。叶兄弟能有此壮举，又怎么会是坑害他人的人？钱我们都不要了。又不是你的钱。叶枫，敌强我弱，你还是趁早离开吧。少爷，财宝我已经收好了，走吗？当然不走了。好，我这就不走。百上宗，哼，就在这儿等着他们。传什么消息说想报仇来城龙，人呢？叶枫小儿何在？找我？就是你杀了红叶。嗯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级别的强者，哼，居然只是个碧丹境。好，斩玄四重强者。哈哈，今日就把你的心挖出来。娘舅击他。天哪，一招击败百上宗长老。现在看叶枫跟冷无寒慕容月他们打的时候怕是还留手了吧。还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小子。晚来一步，竟然又让你害死修灵啊！又有两个百上宗长老来了，这两个人是战玄五重。害人反被害，我只是还手而已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幽红叶不是我杀的。但你杀了修灵，我来帮你。待好，两个人而已，还不用我的小婢女出手。随便你。姚准，御宠红令却不出手，这两个人在搞什么花招？传奇碧丹境竟然有如此力量，倒是我小瞧你了。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在我们两个战玄五重的人面前，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。说什么废话呢？是不是对手？战了就知道。错落灵隐，灭尽气。有什么错呀，小子？位置交替。好厉害的身法，竟然能在一瞬之间让两人换位。利用换位在攻守间迅速切换，真是狡诈。与我们打可相当于要一人应对双倍的进攻和防守。乖乖和我们回百上宗认罪，届时我可以向宗主求求情，让你死得痛快点。认罪？还是请你们乖乖暂时去死吧。错了，你怎么不管用了？不是操作变换三种元素，还真是低估你了。你们可以瞬息变换，我同样可以。
本想活捉你回去。既然你和百上宗已是不死不休，那今日就请你殒命于此吧。无声靠相辅相成的功法形成的屏障，这可不好破。我的剑气竟然破不了这屏障。去死吧叶枫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是幻境。幻境？他们什么时候中的？好光速战速决。力尽极致，再把他力压出去，灵力是运用不出来多久的。光，我说怎么这么大动静，原来是杂耍。见过耍猴的，没见过耍人的，这么大的灵力波动。哎，走走走，快上楼，免得被误伤。哼，这就是你得罪百上宗的下场。这小子怎么又活了？他怎么又会分身？不是分身，这是幻境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什么时候中的招？当然是从最开始。这是……哇，这就是传闻中叶枫会的那个阵法吧？阵法？叶枫，你耍我们？我陪你们玩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清楚你们百上宗的人有多可笑。我送你们一程主魔阵雷击。想不到天书瑶光两位长老的成名招在叶枫手底下竟是如此不堪一击。天哪，如此轻易就击杀了百上宗的长老，叶枫还真是名不虚传啊。如果与我对战之时叶枫拿出了真本事，那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有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吗？动静越大，萧家越安全。我的天啊，都被劈成灰了，这是神仙的本事啊。刚才那个诛魔阵也太厉害了。叶兄弟，你是人是仙呐？乃你收徒弟吧。乃百上宗的两拨人马都死在你手下，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来寻仇了。我们现在去哪？那边是什么地方？那边是万寿岭，是咸阳周边最危险的境地，据说里面有东西使得妖兽异变，十分凶险，不少修士进入后都有去无回。就去那儿。诸位也看到了，百上宗行事霸道，是非不分，后面几日若有人再来咸阳寻各位的麻烦，尽管让他们来找我叶枫。好，那我就来找你。小心。是百上宗的圣剑？难道是宗主月天姬来了？好强的威压，伤口没有知觉了。百上宗只会东躲西藏吗？滚下来一战。能躲过我宗门第一秘宝的攻击，还算你机敏。老五、老六和老七呢？
还没到吗？哼，原来你是来找他们的呀。他们忙着呢。忙什么？忙着投胎啊。你很不错，所以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不灭剑气，不堪一击。元丰的不灭剑气竟然被破了。青黄渡影。臭小子，竟然能在圣剑之下伤到我，你这招有两下子。过奖过奖，但你这剑招不咋地啊。那试试这招，斩仙剑第一式，天魂影剑。这什么招式？剑怎么消失了？别打，小心！现在才躲太晚了，来起我的剑吧！天神柱，这就是你的阵法。拿把破剑就在这儿嚣张，真是给你脸了。圣剑一头，莽夫横拳也想踹过火宗圣剑，可笑！你竟然能在天外云铁上砸出掌印！什么天外云铁？破铜烂铁吧！好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！以血祭剑，老套！斩仙剑最终式！阴阳银血，凤凰劫，血脉之光。元丰，我的灵力竟然在外泄，难怪之前元丰被伤都没有流血，原来是在这里留后手。被圣剑割伤，虽然不会流血疼痛。但只要这招金阳银血一出，他会吸干你身上所有的灵力，让你感受百倍疼痛，最后灵力枯竭致死。如何？现在自刎，给我宗谢罪还来得及。我来战你。咸阳城第一天教，南宫翎，请阁下赐教。你别急。等我杀了他，自然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做什么大梦呢？看清楚了，别没事儿。啊，灵力被吸，你怎么可能还有一战之力？因为你这招对我没用。尝尝这个，斩仙剑第三。这是什么？灵兽！太毒！剑不错，我的了。啊！别，别咬了！怎么样？没事，主人。刚才应该我出手，你出手他就死了，留着他带领百圣宗追杀我，他们才没空找萧家的麻烦。萧家，萧家，伤成这样还惦记萧家？嗨，这不是叶枫？叶枫，来。
来找我。你是谁？怎么说着说着就睡着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这白色的烟雾竟然在修补他的身体。圣剑丢了，这若石安太让长老知道，只怕……宗主，他不会知道的。绝杀令，一国为引，万里绝杀，这么多年了还没人能在绝杀令下活着。宗主，我们多出那几个弟子就能把他灭了，您何必赌上寿元和修为？此人必须死。我感应到了他在万寿陵，传令各路高人活捉叶风者，赏绝杀道果。是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叶风随手一挥就是一个光盘，杀两个战玄境的百上宗强者跟玩儿似的。而且厉害，他还会练一种叫丹药的东西，生死人肉白骨。你胡说八道吧，那不是神仙吗？有人将叶风抓了，快快，为了会会这叶风，咸阳城还真是来了不少高手。绝杀道果，白上宗竟然下达了绝杀令，那我虎头帮就送他一程，还能赚点赏银。心跳正常，脉搏平稳，气血充足，可他怎么就是不醒呢？摸鼻子有点痒。你早就醒了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主人神识传话，不让我说。他说他在和天地沟通。还和天地沟通？我腿都跪麻了。上好。虎头帮，你认识他们？虎头帮是中州第一刺杀组织，虽然人不多，但个个都是通玄战学的境界，刀下亡魂无数，不可小觑。只凝聚了50年寿元和修为就想杀你？拜上宗那老头也太小气了，你的阵法丹药可都是无价之宝啊。绝杀，拜上宗下了绝杀令。不错，交出你身上的丹药阵法，我赏你个痛快。哼，就凭你这臭鱼烂虾还想打过叶风？叶风上。你是我的护卫吗？有遇见危险让主子上的护卫吗？这一个战玄三重还用我亲自出手？欢欢，你去。我只听主人差遣。够了，不用商量谁上，我可以一起死。我来就我来。知道他有暗器，那刀华而不实，一看就是障眼法。江湖险恶，是个人都会留有后手，你太大意轻敌了。哼，既然他的后手是暗器，那他一定怕进场。等下，东邪领剑，当心他的手。
先诱骗你和他近战，再以自己最擅长的近战制服你。南宫林，我都提醒你了，你怎么还往坑里踩？就算你看出来又如何，他还不是落在我手上了。之前教你的功法都忘了吗？强了，秋风霹雳掌。诡计高端，你输了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声东击西？你们不会死的，但你可就……我的小护卫也是你这种角色能欺负的？你怎么？你没事？你早就知道周围还有其他人。我的阵法可以感知方圆千米的灵力波动。你拿我当孩儿？没当，你就是。又有这事？这股灵力波动是妖兽荒魂，接灵角息，斗天神钟锁龙阵。这些妖兽是怎么了？怎么跟我山下闯？永恒之火躁动了。永恒之火，它是最强火焰，焚烧一切，被它沾上，只有化作飞灰。我沾上一丝，压制不住，被九天道宫抓了。这么厉害，或许能试着用它燃断我身上其他的天道枷锁。走，去看看。梦里花落两眼已朦胧，岁月泛黄是浮沉，蓝外青石半路雨纷纷，铜镜容颜正青春，此。